秦景霄在这儿。萧的绯闻女友吗？我怎么变这样？我的脸呢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别装傻，赶紧回房休息。狗仔就在外面，你最近老实一点，别想着出去鬼混。难道？秦景霄和宋雨霏的绯闻是真的？看着人模狗样，居然还是个渣男，还不回去？哦，这就回去。等等，这个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你确定？你不用威胁我，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讨好男人，尤其是像你这种造化不难的男人。如果你想穿，你留着自己穿。那下次，别让我帮你买。什么线索都没有，没想到有一天会变成绯闻女明星。宋雨霏，宋雨霏。宋雨霏的手机。宋雨霏1998年3月30日出生于海滨市南山区。0330。秦景霄和宋雨霏隐婚了。主编让我调查他俩的关系，没想到居然是……哎，你干嘛不穿衣服啊？宋雨霏，你又在搞什么鬼？我就最近失眠了。卖弄风骚行不通，改走清纯路线了是吗？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咱们的婚约不过是为了交代。明天记得去探班，我会介绍导演给你认识。至于有没有适合你的角色，还得看你自己表现。原来是想拍戏，所以才隐